幸福医药赞助播出。搞咩啊你？哇，原来有镜片啊！镜片表面涂上高透光防反光膜，就可以减少光线反射，对镜就通透啲啦。资讯系由 Mr 同瑞士宝高清话你知。唔信，即刻回翻副睇下啦！瑞士设计优质光学镜片 ，Swiss Code 瑞士宝。左手手指仲有两场比赛就会到我是歌手的总决赛啦。阿 Jam、韩磊、周柏翔和张宇已经率先获得总决赛的资格，而剩下的三个名额又会有哪个夺得呢？而在今个星期五晚的特惠赛，大家就会找到答案啦。今次的特惠赛会有五位之前被淘汰的歌手以及两位替补歌手同台较量，争夺三个出线资格。大会仲特别请到应届柏林影帝廖凡担任特惠赛的主持人添。而据 Now 芒果台的线人报道，七位参赛歌手将会以七首经典歌曲出战，其中曹格就会翻唱 Beyond 的《海阔天空》，而近期备受网民留意的 Sheila 就选择了 Rolling in the Deep 迎战啦。大战一触即发，想知道有哪七位歌手进入总决赛呢？在今个星期五晚八点 ，Now 芒果台将会同湖南卫视同步播放的《我是歌手》，你一定不可以错过啦。50多岁的黎女士，十几年前生完三个小朋友就开始有尿渗，当年看过医生都话冇得医，觉得自己好似咧内中即系内裤咧好似食物湿咁样，有少少渗出嚟咁样。但系咧佢渗你自己系不知不觉，自己唔觉嘅。但系你到诶有阵时去拖嚟咧，就觉得点解条裤有啲湿啊咁样咯，觉得好麻烦咯。即系如果自己身体一唔舒服，一伤风咳咧就。好驚，一睇醫生咧，我就醫生你即刻剪我咳先啊！最緊要醫咗我，因為我好麻煩啊！呢啲即係有陣時搭搭下巴士啊咁樣，忽然間個鼻敏感一咳咧，咁樣就一個黑黐咁就麻煩啦。如果去到啲山姆地方，你揾唔到廁所咧，就覺得好慘咁樣，又忍得好辛苦。近幾年情況越嚟越嚴重，咁佢再求醫先至知道自己嘅情況係壓力性尿失禁。主因是骨盆底肌肉鬆弛了，我們每一個人都有一組骨盆底的肌肉，那個骨盆底肌肉呢就是承托著我們的膀胱、子宮和直腸的，那當我們是咳、大笑、打癡、又或者跑步、或者是拎重東西的時候，那個壓力呢落呢一個骨盆底肌肉咧就會加大噶啦，但如果我哋嘅骨盆底肌肉係實淨嘅話咧，佢就會收縮，就托翻上去，咁個病人咧就唔會滲尿噶啦。但係當一啲女性佢哋年紀開始大咧，呢組骨盆底肌肉咧就會鬆咗噶啦。